谢谢您的掌声。哎哎，这个罐头活的啊，是我是我。您是北京人吗？啊，北京人呢。对，您祖上是还祖上呢。您呢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哦，不用客气。哎，您就说我们家得。行行，不客气，好办。哎，那么您，你家里头今如今呢有几根？几个？几条？几尾？几包袱？几达？你们家长怎么样？哎，你打算怎么样？不是，你们家里头现在有几个活着的吗？不像话！你那意思是不是问我们家几口人呢？对了，你们家现在几口带人？几口带人？几口人？啊，对，几口人？我们家一共啊六口人。哎呦，可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个生活不容易，是一个人在家挣钱养家受累，买东道西，回到家里还得当家主事，真不容易。不不，这个您说错了。嗯，挣钱受累啊是我啊，当家主事那不是我。那是谁呢？当家主事啊是我爸爸。哦，老爷子。啊，老头老爷子，他那个眼神好吧？还不错，能看得见自个儿的后脑勺。这你，我爸爸是转轴脑袋是吧？要说你们家里这六十多口人，那可真不容易。哎呦，风吹日晒，哪根早一回到家里还得当家主事过家长，多不容易，多不容易。怎么六十多口啊？多少口？没告诉你，六口人，六口人。哎，六口，家长就是你。不是，家长啊。是我爸爸。嗯啊，嗯啊，哎，又给抄过去了。老爷子，那我牙口好吧？牙口还真不错，能够嚼得动那火车头。哎，这你爸爸嚼得动铁道？哦，那怎么着？嚼不动那硬的，能够吃点软和的，吃点鼻涕粘痰的。啪！这脏不脏？吃什么？吃点啊，豆腐豆芽的。哦，一顿饭能吃半个豆芽吧？是。那成蛐蛐了呢，吃的多哦，一顿饭能吃二五粒啊，那成野兔子精了呢。要说你们家里头这个六百多口人呐，可真不容易啊，又挣钱养家，还得当家主事啊。怎么六百多口了？告诉你，我们家六口人。哦，那个您是家长当家主事吧？不，没告诉您嘛。挣钱受累是我，嗯，哎，当家主事那不是我，谁呀？那是我。哎呀，你还当我说爸爸呢？那、又找不回去了又。咱们不说不开玩笑吧？您怎么老问头一口？头口肥，头口肥呀、啊哎。二口也不瘦，二一口的，二一口的像吗？二一口啊，是我母亲。母鸡呀、啊，母鸡下蛋，你可以给我来。什么母鸡呀、啊？咱们不能拿老家开玩笑。那个酸了这一口，酸了一口，还馊了一口。第三口，第三口啊，是我家兄。哟，了不得了！你们家有俩抹脖子的，五个上吊的，还有跳井的。哎，这么凶。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我家兄家兄，你不明白？家兄啊，就是家哥哦。家哥比楼哥飞得高，咱们拿枪打。这家哥呀、啊，就是我的哥哥。哥哥，哎，我哥哥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他呀比我大，比我那早来几天。哎，他就是我哥哥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是他弟弟，我比他晚来几天。太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他比你大，哎，比你早来一天，对，他就是哥哥啊，你就是弟弟，哎，你糊涂，我赖你，怎么会赖我呀、啊？你会坐飞机来吗？坐，我没赶上那航班啊，像话。那么还有一口就是第五的那口啊，第五什么叫五了那口？第五就臭了啊啊，第五口哦。第五口啊，就是我哦，小舅子是你。哎，对了，老丈人是你啊，爷俩没桌子吃饭，哎，这上哪儿吃去？还有一口是谁？第四口谁？别等会儿，嗯，我别跟他说第六口是谁了，他净拿我开玩笑，我要说出第六口是谁呀、啊，他还得拿我开心，我干脆跟他转文说。到
这到底是谁？第六口啊，不是外人，哎、不是外国人，哎、美国人。不是外国人，外国人。嗨，我说不是外人呐、啊，就是啊，避房巷哦，避哦，窗户台啊。就我们屋里那口子水缸，水缸旁边的锅台，锅台上头的锅，锅上头的锅盖，锅盖上头的铲子，嘿嘿，这整套的合着。我告诉你，整天呢、啊、围着锅台转的，给我生儿养女的。明白了，围着锅台转，给你生儿养女的。哎，老母狗，嗨，什么老母狗？喂狗的，狗食盆子，刷狗食盆子的，吹车，嘿，给我做菜做饭的，厨子，缝缝连连的，哎，缝穷的，缝，洗洗涮涮的，洗上盘，哎，我们家怎么那么些手艺人呢？热闹，什么热闹？干脆告诉你吧，就是我们里屋那个炕，炕，哎，炕上头的草席。草席上头的毯子，毯子上头的发过毯，发过毯上头的英国毯，英国毯上头的法国毯。嗯，我们家开毯子铺是吧？毯子上头的褥子，哎，这就快说到了。嗯，褥子上头的被窝，被，嘿，都过去了，过哪儿去了？叫回来，叫回来，回来吧。我跟你说吧，啊，就是啊，褥子上头。被窝底下白白晶晶软软乎乎的，明白了，褥子上头被窝下头白白晶晶一摸软软乎乎的，黏我，黏我，就是啊，被窝里活蹦愣跳的，各种跳的，就是那个日日半天不让我睡觉，蚊子，这一宿我甭睡了，头顶头的枕头，脚对脚的单墙，跟我脸对脸的镜子，我黑天半夜照镜子干什么啊？干脆跟你这么说吧，就是啊，跟我嘴对嘴的，嘴对嘴的，对了，夜壶，哎，这个。